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妈。到了札幌，那一定得吃那个烫咖喱吧，这是那个特战的那个里边大厦里边的一个名店，叫天马，这个咖喱的专门店。今天啊，我吃这个蔬菜和那个海鲜的那个烫咖喱，期待已久的札幌发祥的スープカレー，哎呦，滚滚的烫呢。スープカレー就是烫咖喱啊，和米饭，这么简单。那个是咖喱的那个辣味，还有呢，海鲜的那个什么浓郁的味道，合在一起真好吃。哎呀，这个辣味吧，有点辣，但是呢，就是特别香，香味顿浓。尝尝，看，真希望那个以后疫情结束，全球来回自由，这样的话呢，大家也到日本来，北海道是个好地方，吃好的，看好的，真的。虽然不近耳，但是呢，北海道的那个土豆特别好吃，特别面。哎呀，太幸福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你看，汤咖喱里边什么都没有了，或者米饭也是。这么已经是这么多人排队了，我就吃了多少钱呢？你看看，1300日元，等于是65块钱。这个地段，这个味道可以啊。The next day.天气非常好，早上还是人少的，我就走散步吧。我进来了广大的那个北海道大学校园内，特别大，面积特别大。这是北海道大学著名的银杏树街道啊、但是很可惜，所有的那个银杏树树叶都落叶了。这次我的札幌行有几个目的，当中最大的，我要找一个人，我跟中国连接起来的恩人桂川老师。今天中午呢，他邀请我到他们家去，他太太是那个四川人，也在那个札幌已经住了20多年了，请我吃他的那个老家的那个担担面。我工作的呢，年轻时工作的亚东书店，就这个地方。哎呦，那时候我才三十岁，然后呢，我本人呢，就这个现在的这个地方，现在已经是换了别的那个建筑了。这个有破房子，二楼就是住在这个二楼的小房子了。哎呀。朋友们，这是那个我的恩师，是桂川老师。爸爸，你看看，请坐。啊，谢谢。好久不见了哈。好久不见。安达同志，哎，你好吗？好。最好的学生。我那个学校的第一批最优秀的学生。您太夸我了。教材是吹的，真的最高的。桂川老师做了就是自己吃了。桂川老师好吃吗？会。味道不够的话，咱自己。好的，这是我的。买。那大哥，对呀，那你不过昔の人が食べられ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ね。Later. 朋友们，晚上又出来了。今天呢，跟那个桂川老师，还有那个他太太张老师一起，跟那个81年我到中国以前一起学习的那个同志们一起吃饭。哦，我们的车来了。哦，新黄的电车。これ古いよね。
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呀，老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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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面了！哎呀，今天很高兴的啦，很开心的！呀呀呀呀呀！朋友们，今天晚上跟那个老同学聚会，啊啊，嗨，これどうですかこれ？え、これね、撮ってんだよ。何が撮ってんだよ。撮ってね、勝手にあげるんだから。朋友们，在札幌吃了真正的水饺，哎，真是，我就一下子失穿越时空回到北京去了。干烧虾仁啊啊，干烧虾仁啊，虾仁虾仁，干烧虾仁。大家的那个班子没有的话，我到不了中国了，真的。嗯，我的老朋友了，尤其是歌唱老师何张老师，是我的恩人了。来干杯！来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哎呀，今天的聚会就结束了。你看，桂川老师也很高兴了，也结束了，很高兴了。哎，大家，哎，很高兴，真高兴。那个老朋友啊，老同学，帮本，哎，帮本，哎，张老师，哎，哦哦。国内，欢迎你，欢迎大家哈，来，张华，张华，同学，同学，小姐，小姐，哈哈，左东小姐，粉丝们，粉丝们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跟我联系一下啊，哈哈哈哈。